历史长河流不尽，悠悠青池追梦人。在夜深人静时分，面对陶艺家何志龙的翡翠青池，他自然优雅的心灵契合了人的内心最深沉的极静和柔美。暗夜长空，星辰带领我们回到远古时空，瞻仰古人的智慧风采。如今翡翠青池舞动优雅的身影，这是一种思古幽情，一种境界，一种纯净自然千锤百炼的化身。接触陶冶精油应该快二十八九年了，因为我们深深已经爱上这块土地，也感激上苍哈，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居然把中国人最美的青瓷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宝地重新把它烧制出来，每天烧一窑，四立方窑，那可以说是蛮庞大的一个产量。也因为这个缘故啊，奠定我后来有这个因缘啊，烧柴烧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助力，所以无形当中我对火对温度的那种敏锐度啊，这是一个经验所累积下来的。火的那种颜色啊，对窑壁的这种温度啊，基本上我就可以来判断出这个柴火在烧窑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温度跟时间。陶瓷之美究竟美在何处？是陶艺形体之优美，还是美在釉衣百变的外相？亦或是陶瓷艺术所散发出来的意蕴，强烈的跟我们的心灵相互契合？陶艺家何志龙老师用热情、用生命努力追索，成功的造就了亮眼的翡翠青瓷。后来我接触的柴烧啊，让我震撼惊讶的啊，是它是裸胚啊，土胚进去啊，它没有上任何的釉药，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事前跟它涂装任何，给它穿上任何什么衣服啊。何志龙老师数十年的艰辛创造，他的陶艺作品已经不是普通的陶艺，读他的作品是一种简约、拙朴、温婉、剔透的氛围。当我陆陆续续烧出这个翡翠青瓷的时候，我吓一跳，他穿的这件衣服啊，简直是帝王的服饰啊，我真的要肯定称赞他，世间绝没有比他更美的这种陶瓷的颜色。利用导流的原理，木头是燃料，本身是土胚，是裸胚，就是以木头烧的自然剥落的灰釉，它一定会跟着热量，然后利用导流的原理，我称它叫做自然落灰上釉法。我一直强调翡翠青瓷里面的开片跟冰裂啊，是目前在陶瓷史上还没有发现的这种现象。简单讲就是说，它的开片冰裂啊，像人体的皮肤那么样的细小。我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柴烧所用的木头啊，绝对不会去砍伐任何一个已经有生命的木头，是大自然里面上天给予的一种自然的产物啊。我完全是抱着一个感恩祈福的心去捡拾，去收集这些木头，透过火啊把它化成灰啊，这种灰跟土的结合啊，或他们恩爱到让我感动啊，产生这个翡翠青瓷，产生的绿色精灵啊，造就出来的翡翠青瓷，它会找主人，会跟人对话，原来它就是木头的舍利子。我们一定要懂得惜福感恩的心，我们义无反顾的就是要用生命去烧出更极致的翡翠青瓷。人生需要尽情，
何志龙总是以欢愉的心情、旺盛的企图心，用感恩之心追索无边无际的艺术心灵，回归真纯的自我本体，一刀一斧，一土一窑，也映照了他对薪火、对土壤的深度情感。他就像一位陶瓷界的勇者，充斥在火红汉语之间，借以提炼他的审美意识，体现他的审美理想。因为翡翠青瓷温暖了他孤独的心灵。